平台咧喺香港日漸普及啊，但大家有冇諗過可以唔使出門口就買到活生生嘅新鮮海鮮呢？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幾個 apps， 等大家可以足不出户咧都買到餸啊！鮮直送咧係一個主力銷售各類海鮮嘅外賣 apps， 由上年十月開始咧已經正式營運㗎啦。咁佢有一個24小時嘅直播地方啦，咁佢可以咧喺呢個地方俾大家睇一睇你想要買嘅海鮮新唔新鮮。另外咧，佢亦都有各類嘅海鮮產品。咁員工咧就會將呢啲嘅魚類產品咧放喺一個特製嘅氧氣袋入面啦，咁咧保持翻佢哋嘅新鮮程度，再送到大家嘅手上。咁喺正常情況之下咧，其實魚類可以生存到3至4個鐘嘅。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套餐提供俾大家選擇啦。咁其實都真係好方便噶。當日嘅訂單咧，佢就話保證可以喺早上10點至到夜晚8點送到。但如果咧你係要訂套餐，又或者係一啲需要預訂嘅海鮮咧，咁你就落咗單之後咧，第二日先至送到嘅。但咧，你落單之前咧，就可以選擇翻你想要配送嘅時間。咁我尋日咧就已經提前落咗單噶啦。雖然送貨嘅時間咧比預期咧遲咗少少，不過咧工作人員非常之有禮貌，而且咧佢哋嘅食物包裝咧係好衛生噶。一啲咧要唔可以活養嘅貝殼類產品咧，咁佢哋就會提前處理咗先至送過嚟嘅。如果你唔想佢哋咧事前加工過嘅話咧，咁就記得喺落單嘅時候註明翻啦。我覺得鮮直送最好嘅地方咧就係提供咗好多唔同嘅方法俾客户咧去即時聯絡翻工作人員啊。咁我試過 WhatsApp 翻佢哋啦，咁回覆嘅速度咧都真係好快噶，呢一樣嘢咧真係值得一讚。本地魚菜直送呢個 apps 咧，其實咧就由政府嘅蔬菜統營處同埋魚類統營處咧合作推出嘅。咁大家可以喺呢個 apps 上面見到有好多唔同種類嘅生猛海鮮同埋蔬菜，但係咧佢哋嘅送貨時間咧就會因應地區同埋佢哋嘅行車編排而定，冇辦法做到即日配送啊！呢一樣嘢咧就唔係咁好啦。而且咧，如果單買蔬菜嘅話咧，我自己覺得咧，我就好難買到去免運費嘅嗰個價格。另外咧，我試過咧想要即時聯絡翻佢哋嘅工作人員查詢啦，似乎咧都淨係可以喺 Facebook Inbox 嗰度問啦，呢一樣嘢咧就真係唔係咁方便啦。咁 Foodpanda 咧早前咧就推出咗一個叫做 Panda Mart 嘅一站式生活便利商店，咁佢入面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商店俾大家選擇，咁用家就可以喺呢個 Apps 上面咧選購各種你想要買嘅物品，由零食去到雜貨咧，樣樣都有噶。咁訂購完之後咧，佢就話最快15分鐘就會送到去你屋企啊，咁大家咧以後就唔使再浪費口罩專登落去 supermarket 度買嘢啦。